哋系圣约瑟教区中学第五校。咁我哋学校今年嘅马槽设计主题咧，叫做我们这一家。家庭系人学习分享同埋爱人嘅地方。然而，当我哋生活面对挑战嘅时候，家庭成员都会同我哋一齐承担，互相帮助，永远站喺我哋嘅身后，支持住我哋。咁喺呢个疫情嘅时势下啦，家庭更加需要团结一致，共同抗疫。咁今年我哋学校嘅马槽咧，由设计理念同埋制成，都系由同学仔一手一脚合力制成。咁同学咧透过呢一次马槽嘅制作啦，咁彼此更加相熟啦，认识咗好多新嘅朋友，发挥咗今年马槽主题嘅精神。咁喺马槽嘅背景啦，挂住一张张嘅家庭合照，有啲系去圣堂，有啲系去行街。去旅行等等，咁呢一啲咧都系家人嘅珍贵共同回忆。咁喺圣家入面咧，呢啲家庭照咧系彰显住爱啦，同埋真实。另外在圣家像的周围都放置了很多星星，这些星星是由中小学生一起共同制作，同学将这些许愿的愿望、祈祷、改好坏习惯等等的志向写在这些字条上面，接成五角星送给小耶稣，拿来庆祝耶稣的生日。咁呢一个马槽嘅制食咧，除咗老师同埋同学嘅功劳啦，更加有赖校工姨姨同埋叔叔嘅协助，同埋神长们嘅指导，凸显出咧学校就好似一个大家庭一样啦，所有嘅成员团结一致，肩负使命。咁马槽嘅用料啦，大多数咧都系环保同埋可以重用嘅材料啦。彰显出耶稣降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入面，还有耶稣是关怀弱势社群。天主将他的爱子耶稣寄居在圣家入面，得到圣母玛利亚和大圣约瑟的照顾，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最佳模范。